Yes， 过关啊，真的是好多刷几次后，我们速攻队，然后这个游戏重来很方便。终于30章过关了哈，然后到了这个31章玛雅冥界主线成长礼包，哇，领完了哈，接下来又要开始氪金了，140星石哦。不过呢，不急哈，没有关系。再过两个礼拜呢，就是也不用两个礼拜了，一个礼拜了。等这个马尔杜克活动结束之后呢，应该就是周年庆了。所以说我目前推图就是用这个方式，我觉得还不错哈。就是怎么讲呢？它这个游戏啊，重来哈很方便哈，这边过5秒钟就可以重来了。所以可以赌说开场就是活着，然后呢用这一个速攻哦，像这个双主攻嘛，洛基是一定要的。那我第二组输出手是这个路西法，所以用这个方式呢开场这样子，觉得是说顺了之后再看下去。那如果说开场就死掉一次，尤其是提风哦，有时候提风那个如果说死掉之后，他就不会叫出小蛇了。那如果说这个有人死掉的话呢，他那个小蛇的威力也是蛮猛的。所以像我刚开始啊，我如果说第一波后挡不下来的话，我就直接重来。那如果说大家都活着的话，再继续看下去这样子，其实刷一刷大概才刷个3分钟而已吧。好啦，那所以说这个是30章过关的这个记录，就是这边齁，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刷完了，然后齁、哦、也领了一些资源。那我的角色呢大概是这个样子，齁、哦、洛基齁、哦、当然是满的，然后神格魂器齁、哦、跟这一个装备的部分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路西法。那路西法的话是伊娃的角色，不大好培养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培养路西法的话呢，我觉得虚佐齁、哦、也是可以的啊。不小心点了一级哦，好，没关系哈，这样正好升到16级。好，然后这个魂器哈，然后神格跟这个装备的话跟这个洛基差不多哈，都是使用闪电的。那刚刚好像怎么充人一下，然后再来是西王母哈，西王母的话就也没什么魂器，就是300就好了。然后这神格的部分哈，然后这个是装备的这个神力。那再来最后一个就是这个豹女齁，弗雷亚。那弗雷亚的话呢，刚刚可以看到齁，开场如果说死掉就不行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要把它稍微强化一下、喔、然后魂器也到400了，然后这是神格的部分。这一个是说如果当他死掉的时候，我方就是都可以获得一个护盾齁，这个加减齁，就是有一些效果。然后呢我觉得这边可以再拼一下，然后再多获得一个神力点，这样子呢我可以再装备一个不论装备哪个都不错啦，我觉得永恒吧齁，还可以忽略目标防御力都可以啦。好，那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